爱你。我不爱念书，只想练功夫。如果我会轻功，真苦。就算练功夫，也要找师傅，不能只看漫画书。老师不公平，对女生偏心，影响我的上课心情。不公平，王子，别那么幼稚，你们都是我的孩子。老师把你带到这边听你解释，你这样就不会难为情了。你说啊，现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老师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好奇啊。好奇？我只是想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听不到，就这样而已。老师可以明白，一个新来的同学，你们难免会有一些好奇心。可是老师不是说过了，伟林他听不到，我们就更应该要照顾他。你不可以跟他开这种玩笑啊！我不能跟他玩。你捉弄他跟邀请他一起玩是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那就对啦。你过来，你这么聪明，你应该会分辨啊。好了，我下次不会再捉弄他了。你不只是要学习照顾他，还要带着班上全部的同学一起照顾他啊，好不好？啊，带同学哦。他们根本就不听我的话，太困难了吧？就是因为很难，如果你做到了，是不是更了不起？我是相信你一定做得到的，好。动作快一点，妈妈要来不及了。伟林，你不可以这个样子，妈妈上班要迟到，还要送你去学校哎。不可以，我上班真的要迟到了。走，走啊！你在干嘛？伟林，你答应过妈妈，不会这样闹脾气。我求求你好不好？我真的不能再迟到了，丢了这工作，我们家生活怎么办？走啦，伟林。走啊，伟林！哎，你不可以这样了，你要上课，我上班要迟到了，我还要送你去学校哎。走！你都这么大了，还不懂得体谅妈妈？你知不知道我为了你已经换了多少个工作了，伟林？金老师啊，还在念手语啊？对呀，不努力不行啊。
那我们大家应该跟你学习，一起练手语哦。好啊，我很乐意跟大家分享。嗯，美君老师，你的电话三线。好，谢谢啊。喂，你好，林美君。啊，伟林妈妈。啊，伟林闹脾气哦。啊，不肯上学，也不回家哦。你们现在哪里？好好好，我马上过来，你不用担心。好，好好好，再见。陈老师，麻烦你一件事情，帮我带第一堂课可以吗？没问题。我出去一下，马上回来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哈。老师，不好意思哦，真的是不得已才让你跑这一趟。不要这样讲，应该的啦。他不肯去上学，也不肯回家，我急着赶去上班，我已经跟公司请太多假了，我不能再丢掉这份工作。我了解，你放心，我来劝他。你不用操心，赶快去上班，把伟林交给我。老师，谢谢你。不要这样讲，赶快去，赶快去。要想好好了解他，就能够让他信任，应该要用一点特别的方法。看书吗？但是不喜欢去学校，为什么？不喜欢他吗？谁呀？是他们是同学。善良也很可爱，君豪他也不坏哦，他只是很调皮，你如果认识他，你也会喜欢他哦。不可能，为什么？他们跟你不一样，他们不会喜欢你。不会，他们跟你一样，很想要交朋友，也有很多梦想啊。你听不到，但是你的功课写得比其他同学都还好，长得又漂亮，你除了耳朵，你不输给任何人哦。听力只是一小部分，你还有眼睛、嘴巴，还有心，很不小朋友，不用心，老师讲再大声，他也听不见啊。老师希望你跟我一起合作，我们一起来解决困难，好吗？一起
回学校，同学在等我们哦，好不好？走。他没有来。对。你可不可以再帮我确定一下？如果有来的话，老师都有记录，所以他今天是没有来的。哦，谢谢。本来想过来看看你上课的情形，没想到你竟然翘课，重考了还翘课，真的是很过分呢。今天一定要教训你不可。好，各位同学，老师在这边要宣布一件事情，就是从今天开始呢，老师会利用放学的一点点时间教各位同学手语。如果愿意留下来的同学呢，老师都很欢迎哦。老师，学手语很难耶。不难。老师，要在放学的时候学，那不是要很晚回家？只多花20分钟，而且是自由参加。有没有同学愿意啊？我愿意。我也愿意。还有没有啊？好哎，越多人学哦，就学得越快。好，手放下。老师，为什么我们的联络簿上面有一栏“静思小语”啊？好，各位同学都有在自己的联络簿上面看到“静思小语”这栏，对不对？对。以后老师呢，每一天都会在黑板上写“静思语”，你们就把它抄在这个上面。那今天的静思语内容是，老师写给你们看哦。脾气、嘴巴不好，心地再好也不能算是好。就是你啦，这句很简单吧？简单。一天一句，相信一学习下来，各位同学就会有很大的改变。还有，今天回家有一个功课，就是在联络簿上面，你们写说我为什么要学手语，学手语对我有什么好处，当然对别人又有什么帮助呢？另一方面，老师也希望你们写上去之后呢，可以让爸爸妈妈看，也征求他们的同意，好不好？好。老师，如果他们不同意呢？如果不同意的话，也要写出不同意的原因，让老师了解一下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好，老师现在呢，要教你们一句手语，跟着老师一起做哦。喂，林，我签一下好不好？好。哎，你们钢琴老师说以后上课要提早半个小时，这样子回来才不会太晚。不行啊。为什么不行？我没有办法提早。为什么没有办法提早？因为我们班多来一个新同学啊。多来一个新的同学就不能提早？他很特别。什么？
这是什么？为什么要学手语？哦，那是自由参加啦，想学就留下来学啊。学手语要做什么？不用了吧，课已经这么多了。嗯，我要留啦，我想要学啊。嗯，难怪你说钢琴课那边不能提早，是钢琴课重要还是手语课重要？哎呦，又不会有影响，而且我也没有说我不要学钢琴啦，我只想学手语和同学沟通而已。和同学沟通要用手语？哦，对，我刚没有讲完啦。我们班上来了新同学，他长得很可爱，可是他听不到。听不到？那不就是聋子？妈，我们老师说不能讲那两个字啊，很没有礼貌哎。他叫做伟林。这像什么话？我当初还很高兴，觉得你们老师很棒，教出来学生都很优秀。我们老师是很棒啊。棒什么棒？这样对你们影响很大，知不知道？妈，你要打给谁啊？我们老师啊，跟他说怎么可以跟这样学生一起上课呢？我妈，你怎么这样啊？我怎样？这样做很不善良哎。什么叫做我很不善良？我是你妈哎，我是替你想哎，我就是要打。妈，你不要打啦。不啦，我就是要打。妈，不要投。大爷，想要去的阿多做一声啊。是啊，好，啊，大概吃完了，嘴七七的，钱嘛无啦，咱们追伊走，真正是不是个东西。爸，我们老师说，脾气嘴巴不好，心地再好，也不算好人。你以后不要再那样子骂人了啦。这是恁老师教恁教的哦。嗯，老师说我们每天学一句，会有很大的改变。我是感觉讲，恁老师说的有理的。好啦，啊，爸爸答应你，以后袂阁咱随便骂人，好不好？爸，我第一次觉得你是好人哎。哦，啊，你叫是讲恁爸爸是歹人哦？拜托，我一直是好人呢。才学到第一句近似语，我就觉得老师说的没错，真的会改变哎。对啊，现在都几点了？留在补习班看书啊。看书？如果你连我都想骗，那你就不要住在这边。你今天翘课去哪里？没有啊，我哪有翘课？没有。我今天中午送便当去给你，结果呢？补习班人跟我说，你今天根本没有去上课。当初你要搬过来这边跟我一起住的时候，我怎么跟妈讲的？安迪，你真的让我很失望，你知不知道？哥，对不起，我只想要缓和你跟妈之间的关系。想要你安心的考联考，但是你连课都没有给我去上，那我做那么多有什么用？我从来没有骂过你，也没有对你生过气。算了，我不想再跟你讲了。我去同学那边看书，你自己好好想一想。同学
是不在异乡为异客，不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完了，我妈怎么来了？李老师，当初以为你的班是资优班，现在怎么回事啊？不但不是资优班，连个普通班都称不上，这简直是，简直是，简直是什么啊？简直是起聪班嘛！静茹妈妈，你怎么会这样说啊？我不这样说，他怎么说？难道班上多了一个这么特殊的小孩，不会影响其他同学上课的进度吗？我不相信。给别人机会，也就是给自己成长的机会啊。这不一样啊！难道你会希望你的小孩跟差异性很大的同学在一起吗？伟林他虽然听不到，但是他各方面的学习不输给其他同学哦。静茹妈妈，我了解你的心情，但是我希望你也可以体谅，每一个孩子都不可以放弃，都应该要给机会学习。你是老师，我说不过你啊。但是哦，我会看看我们静茹有没有影响到，有没有被拖累到。如果有的话，我会跟学校说，我会帮他转班。我相信反对的不止我一个，一定还有其他家长反对，因为里面的孩子没有一个是你的小孩。我的小孩。安婷，又不敲门。不敲门？这门快被我敲坏了。你每天戴着耳机在那边弹吉他，我叫你吃饭你都没听到啊。是不是别人的麻烦了？不会，你不要乱想。同学说有爸爸妈妈来抗议哦，所以不要在班上了。他们来只是关心，他们很欢迎你的。不想麻烦别人。不会，你不是麻烦。你听不到，你虽然听不到，可是你要克服很多很多事情。老师敬佩你，同学也要跟你学习啊。学习什么？他们还没有认识你之前呢，同学不觉得自己可以听、可以说话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，可是因为你，让我们学会珍惜有这个能力啊！你看老师说话的样子啊，很可爱耶。老师下次啊，帮你拍照，给你。安迪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安迪，安迪，怎么拿着行李在这边？不是在哥哥那边住吗？那怎么一回事啊？啊？说。我想先回家了。哎，安迪，安迪，哦，这孩子这个倔强脾气怎么还是不改？他是老师的儿子啦。他都不理老师哈。老师不是有说过，有的人啊不用心，所以听不到，这就是充耳不闻，这是最糟糕的。
怎么要从你哥那边离开，也不跟你哥说一声啊？安迪，爸爸在问你话，怎么不回答？我不知道要说什么。你不说，你哥也不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还不快说啊！好啦，我翘课被哥哥发现。翘课？你是怎么啦？你真的打算再重考一年吗？啊？当初叫你去爸爸的补习班上课，你不要。家里不想住，想要搬出去，也让你到你哥那边去住啦。我们这么尊重你，你有没有尊重你自己呀？你们可不可以再相信我一次？最后一次，我一定会考上，我一定会证明给你们看。你现在这样的行为，要我们怎么样相信你啊？你知道你妈妈为了你哭了多少次？你有跟你妈道歉过吗？你一直要我们相信，要我们体谅你的心情，你有没有体谅过你妈妈的心情呢？安迪，妈妈知道哦，你一定是不得已才会翘课。下次不要这样子。我希望你可以好自为之。好，赶快去休息吧。用心用心，不要操心，也不要烦心。为什么书上写的这么容易，用在生活上是这么大的考验呢？喂，你好。喂，美馨老师，你好，我是静茹的妈妈。哦，静茹妈妈，你好。是这样的，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。我有打电话问过其他学生的家长，他们也不是很赞成班上多了一个听障的小孩。先跟你讲一声，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话，我会跟其他的家长一起联署。啊，一起联署？对啊，一起联署抗议。静茹妈妈，我跟你解释一下哈，这个孩子不会影响到班上上课的进度啦。谁相信啊？我是怕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。静茹妈妈，你这样说就太严重了。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啊。妈，你不要这样讲啦。哎呦妈，反正啊，如果你不处理这个笼子，我就会跟其他家长到学校去。就这样。刚刚跟老师讲电话，你干嘛一直拉我？这样讲我很丢脸嘞。什么叫你很丢脸？我讲的都是实话啊。我们老师都说我们要欢迎伟玲来，而且不可以叫他聋子，很没有礼貌哎。你还小，你不懂。班上多了一个这么特殊的小孩，我就不相信对你们没有影响。哦，当初我还很高兴，你们老师教的是资优班呢，现在怎么样？说不定人家伟玲功课比我好啊，那你就要检讨啦。如果你敢输给那听不到的，
我看你要转班了啦。俊豪家的电话你有没有抄？没有。那常常跟你一起走路回家那个一年呢？没有啦。我看你是故意不想让我知道吧？没关系，我还是问得到。团结力量大，我就不相信哦，我们这些家长不能一起联署。什么事啊？有学生家长反对伟林来我们班上，所以啊，他们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跟他同班。那你觉得呢？你觉得会影响到其他的同学吗？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坏的影响啊，因为伟林他会读唇语啊，只要我们说话慢一点点，他还是可以看得懂啦。而且啊，就是因为听不到，他反而会更特别专心。嗯，那我想这应该是家长还不了解所产生的误解吧。对啊，刚刚家长还说要找其他家长来联署，真的是伤脑筋。嗯，那现在光是跟他们说不会影响，可能是没有办法说服他们。美金，啊，在想什么？我想到之前啊，跟慈济的师姐们去监狱探访受刑人，其中有一个女孩子，让我感触很多，印象很深刻。刚念书的时候，我觉得坏朋友，才开始吸毒。那你有没有想过要戒毒啊？染上毒瘾就难戒了，不吸又会很痛苦，可是我又没有钱买毒品，所以我就开始贩毒。所有的人对我都很失望，都放弃我。后来我就被抓了，我想我这辈子都完了吧。被关了这些日子以来，只有慈济来看我，我的家人，我的朋友，还有认识我的人都不会来。我知道他们恨不得不认识我。勇敢奔跑吧，他还这么年轻，二十岁就进了监狱。如果当初有人不放弃他，愿意拉他一把，把他从错误的路上拉回来，也许他的人生就不一样。我了解你的想法，我真的很希望他可以跟其他的孩子一样，可以梦想未来，呼吸自由新鲜的空气。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啊，不可以轻易放弃任何一个孩子，也不可以放弃给学生学习的机会。你的想法跟坚持，我相信其他的家长一定会认同的，只是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。那我不能让伟林离开我们班上，因为这样对他跟他的妈妈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。不要急，一定有办法。我想明天你应该去跟校长说明一下你的想法，那这样当那些家长去找校长的时候，校方也比较能够提出一致性的看法。好，我一定会证明给他们看。真的是有其母必有其子，你忘了刚刚你儿子才讲过这句话，真的是遗传。
什么遗传？安迪是遗传你。我们好像也应该给安迪一个机会表现哦，要相信他。睡哦，在看书。哦，那我不吵你，早点休息哦，不要熬夜，对身体不好。嗯。妈。啊。对不起。我知道我每次跟你顶嘴都很伤你的心，这次我是下定决心了，我一定会考个好学校。妈，你不相信我？我没有，没有不相信啊，妈妈只是哦。哭了？没有啊。妈妈其实心里有很多话想要对你说。妈妈对于你青春期性格会改变这件事情，其实我一直有准备啊，可是哦，真的来临的时候，当妈妈的很难接受。我知道你很怕看我哭啦，可是哦，你每一次顶嘴的时候，妈妈的心都好痛。知道错了，我以后不会再犯了。好了好了，赶快去休息了，我会没事。安迪。相信你可以，等我做到再说。静茹，你妈昨天要打电话去我家，哎，
我真的会被他害死。为什么？你妈没有告诉你哦。说什么？我妈现在找人一起联合起来，想要家长的签名，让伟玲离开我们班。啊？小声一点啊，叫那么大声，还好他听不到哎。可是我还蛮喜欢伟玲的哎。我也是，他今天一早来还帮我扫地耶，好烦哦。万一我妈真的会跑来，怎么办啊？啊，有了。什么？你妈是不是要找大家的爸妈一起联署啊？嗯，对啊。那我们也联署，表明我们希望伟玲能留下来。对，我们也来学他们，他们有一份，我们有一份，而且我们的人数绝对比他们的多。偷偷做哦。嗯，先联署，有必要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，以防万一。嗯，好，赞成。反正我也阻止不了我妈。对啊。暗中进行，马到成功。请假，搁赶紧恁车来呢。我跟恁讲哦，这件代志起码着爱处理，拖愈久哦，愈歹处理啦。啊，可是这样会不会太冒昧？突然跑来学校抗议？啊，咱着爱替咱的囡仔想啊。是安怎是咱这班？啊，是安怎？迄个天葬的小孩不爱送去别班，一定是别班不爱收嘛。安尼，咱到底变哪做？啊，对啊，等一下我们要怎样？我有想到一个办法，我今天有带那个录影机，啊，咱先卖让老师知影，咱去把因遐上课的情形甲录落来，安尼才有证据啊。啊，干那咱三个人尔。等一下吼，有几个妈妈会来，啊，咱先去教室，吓，好，所以这个渔夫呢，就不费吹灰之力的把河蚌和鹬鸟一起抓回家了。你们听到这个可爱的故事，有没有什么感想啊？好，钢婷，我们要懂得原谅别人。很好，那我们常常不可以怎么样啊？不可以太生气。很棒。对，我们不可以常常生气，因为常常生气啊，最后吃亏的就是我们自己哦。老师在问你们哦，当我们看别人不顺眼的时候，是谁的不对啊？一年，你说是自己。很好，对，是我们自己不对。可是当别人看我们不顺眼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啊？谁知道？哦，伟林，你来告诉我们，要原谅别人。很好，100分。老师，因为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。哇，这个也很棒，也100分。老师送你一个爱心贴纸。收到。哎，君豪，你要不要？我送你一个。我看他们上课上得很快乐呢。不要跟他心照，别忘记我们今天来的目的。好，老师要跟你们说，老师以前呢也很爱生气，从小就爱生气。所以啊，老师气到都长不高了。老师生气都长不高。对啊。好，那我们来念今天的近似语好不好？好。来，太阳。
不是别人的问题哦，是我们自己的修养不好，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努力，成为一个量大的君子哦，好不好？好。嗯，那如果啊，我们老是看别人不顺眼，我们要怎么改善呢？我们一起来想想办法，谁知道？好，雅晨你说。以佛心看人，人人是佛；以鬼心看人，人人是鬼。哇，很棒！老实讲哦，我干嘛袂歹？我觉得啊，美金老师和同学们都很棒。啊，不过，你无，我拢感觉家己去遐上一课嘞。对啊，你无听老师在讲，心美看什么都美。我很喜欢奶奶，我做错事情之后，奶奶都慢慢跟我说不会生气，所以比爸爸好。因为吃油炸食物会对身体不好，所以奶奶叫我不要吃。有一次我跟奶奶一起去公园玩，我很开心，因为奶奶会陪我们玩。祝福奶奶永远健康，平安快乐。勇敢奔跑吧，跟着我别怕，在书本的海洋放心去乘风破浪，有人伤有人碰，有人攀有人乱，好汉血海很宽广，陪你扬帆起航。我记得你的忐忑，人生是一堂堂的功课，就是没有强的不要怕取舍，更不要